今集同大家讲下属蛇、属马、属羊嘅生肖运程。属蛇嘅朋友嚟紧猪年冲犯太岁，运势波涛汹涌，在公在私嘅压力都非常之大，思绪啊当然唔会平静啦，所以唔适合做一啲大嘅决定。公司咧重整架构、改革嘅制度完全冇用，令到你忙上加忙噶。至於桃花運跌跌宕宕，小心成為孤獨精，因為自己的生活圈子太過狹窄，會容易成為一個異性的絕緣體，千祈不要再等了，直接去一些婚介所或者一些交友平台去結識你的有緣人。各位情侶，沖犯太歲會出現一些不合即婚的危機，盡快決定或者落實一些分歧，就可以化解一些分手或者冷戰的空象的了。大家姊妹們如果想增強自己的運勢，可以戴一對星星型的耳環。屬馬的朋友運勢旺中大顯，今年是是非之年，適宜少說話多做事，但是非越旺人氣越強，會有更加多的機會，事業運會越來越順利，辦事能力提升，在公司的地位當然是更加鞏固啦。至於桃花運反覆向上，異性緣好轉，大多數都是霧水姻緣，就要檢討一下你的交友技巧，很容易令意中人被視為好兄弟、好姊妹。大家豬年可以留意身邊已經離了婚、喪偶或者大過自己七年以上的對象，很容易可以有好好的發展。至於夫妻和情侶思想比較大的距離，因為大家生活圈子不同，記得要冷靜地討論問題。如果想在豬年提升自己的運勢，可以穿一條啡黃色的lace內褲。屬羊的朋友豬年運勢紅運當頭，得天時地利人和，會有貴人的相助，工作自然順順利利，辦事能力提升，但注意，千祈不要被勝利衝昏頭腦，很容易任性妄為的。至於桃花非常之旺，會隨時遇到你一見鍾情的對象，但千祈不要心急太過猴擒，會嚇親對方的。至於今年人氣非常之興旺，直接去一些舊同學、朋友的聚會就會找到你的有緣人。至於夫妻情侶各有各忙，很容易忽略了大家，可以製造一些小驚喜，有效地維持大家的感情。大家姊妹們如果想提升自己的運勢，可以戴一對珍珠的耳環。